今天的这场地下裸拳赛，如果你们觉得不好看，直接在评论区骂我。早期关注小白哥的应该知道，这个赛事叫 Grind， 这是来自欧洲的另外一个地下裸拳赛。他叫唐迪哥，是一名消防队员。那当然，救民于水火是他的主业，私下里他的爱好是综合格斗。平日里经常会代表俱乐部去打一些比赛，因为体格比较壮硕，那么他的对手也很多是重量级的选手。今天在 Grind 要对的对手叫泰森，那当然这是他的绰号，他的偶像就是泰森，打法和泰森也比较像，干净利落，经常是一拳毙命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场比赛。
哇，堂弟哥这个大摆拳抡中，好像打中后脑了。再来个后手拳，泰森两拳被重击，感觉有点晃。泰森的速度啊，确实没有堂弟哥快了。再来记后手拳，哇哦，泰森被重击倒地。这个裁判也是搞笑啊，也没有给泰森读秒，泰森应该再缓一下再起身。消防队员连续攻击，哇哦，直接几拳把泰森干停。哇哇哇哇，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。裁判再给泰森读秒，但是看起来应该是爬不起来了。泰森勉强站起来，但是已经丧失了战斗能力。消防队员堂弟哥成功拿下比赛。那么最后这场比赛是以泰森被 TKO 结束。消防队员堂弟哥的最后这一波连续攻击打的是非常漂亮啊，又稳又准又狠。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喜欢看拳击格斗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期精彩比赛我们不见不散。